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3日，离选举还有2个星期。今天我们看了3场选举活动，一场是瑞穗乡乡长候选人许德志的活动。乡亲大家好，我是瑞穗乡长3号候选人许德志。今天是我的竞选总部成立茶会，也是我第3次参选瑞穗乡的乡长。我很坚持，我为了瑞穗，所以我再次参选。也希望乡亲能给我力量，能把瑞穗打造一个最棒的观光城市，幸福瑞穗。我也希望大家能给我支持，让我继续的打拼，为瑞穗服务。感谢大家。举起你的右手，儿子。请你们当德志的靠山，当德志当选之后，让他成为你们的靠山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场是花莲县议员迪布斯的活动。迪布斯类的选票是各党各派都有，所有的各层面他都有，因为他关心的不只是无党籍，不只是民进党，不只是国民党。所有的人他都关心，都一样的爱护，一样的服务。你正为从瑞穗赶回来来参加迪布斯的竞选总部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议会少了一席迪布斯，我相信对于未来在推动花莲县政以及全方面的关怀，就少了有力的一席，对不对？好，桌子请摆走到我们，谢谢我们今天的所有我们的志工好朋友您的帮忙。好，一直走。好，下一个表演的团队是我们的艺，因为待会啊，待会有空的话还可以到我们的主持人。分食哈，来分享哦。那洗手间就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哦，洗手间在我的左手边这边。轻快的，你是我的阳光，跳起啦！哎，会唱的，会跳的，嘿嘿！设计工作室的这个舞曲是热血沸腾。介绍我们的老师是我们花莲县体育会的哈，花莲县体育会街舞的主委林婉晴在哪里？婉晴老师，婉晴老师有表演吗？有下去亲自下去跳的，很难得。第三场是花莲县议员候选人陈美华的扫街活动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华美，是花莲目前是现任的花莲县议员，然后同时也是这次县议员的参选人。那我自己是在第一选区花莲市的选区，然后这次抽到2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选举剩下10几天了嘛，哈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扫街拜票，所以因为巷弄里我们大家都已经走过了，现在我们今天要走的是中山路，花莲比较大的马路，所以今天就是要沿路拜票。好，谢谢你。你采访一下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启宏。请问这台车是你自己 DIY 的吗？什么？自己制作的吗？不是，这台是一个支持者就是借给我们的，然后他平常是卖 Bagel 的三轮车，但是他在竞选的期间都会借给我们，然后我们把它装潢一下，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宣传车。那其实就是骑在路上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都会看我们。就是很醒目，这样就是大家觉得这样子很环保，然后其实也符合我们就是选举的理念，这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县议员杨华美哈，来这里拜票，就请大家继续支持2号无党籍社工背景出身杨华美，谢谢。我是2014年参与第一次花莲县议员的选举，那一次选举是高票落选，差100多票。
是2018年我又再次选举，然后就高票当选4000多票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用了这些背心，就这几次的背心都是在那2014、2018年的选举都有使用到。那所以选上了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名字的候选人拆掉了，本来是县议员候选人，那后来就把它拆掉，然后继续使用到现在这样子。所以大概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包含这些背心大概都用了8年以上了，然后每次号码就拆掉重新贴上去这样。好，感谢解释。好，都是选举，但是穷人和富人的选择各不相同。富人可以请县长来站台，可以请来专业音响，可以请艺人唱歌跳舞，还可以请大家吃麦当劳。杨美华议员候选人呢，他就比较是艰苦，他跟县长关系不好，也没有政党支持，他们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，连选举用的马甲都是新四年旧四年缝缝补补又四年。但他的九个支持者是真心陪他早接拜票，支持他继续在议会监督政府预算，难怪上次能拿到4000多票。2022美丽在线，花莲一百个都是选举，差别可真大呀。